门口有好多鹌鹑，超可爱的。今天外面天气雾蒙蒙的。我瘦了，我早上剪完那个视频传完之后我又睡了一会儿，现在是中午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太多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没有吃早饭，我现在要直接去吃午饭。昨天的菜花饭一大碗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我再看，这就是街舞，这街还有月下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两个综艺节目了。因为我是按照国内时间发的我的 vlog， 所以一般国内可能晚上八九点是我这里早上的四五点，就导致我最近都起得特别早，然后编视频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的困，刚刚睡了一两个小时，我现在觉得舒服很多，主要是我昨天已经把我的工作做完了，然后就感觉瞬间就没有压力了，今天就可以很轻松的剪 vlog。就剪这个 vlog 对我来说，如果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呢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有时候看我自己的 vlog， 我还挺治愈的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原来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。我在上传我视频的素材，所以现在在上传。我先来吃我的下午餐吧，奖励自己吃一把香蕉片。自己的塑料袋去超市比较环保。出门去买菜喽，空气里面都是这种树木被烧焦的味道，今天整个天都是灰的，因为据说美国那边有山火，所以风吹过来就整个镇上都是雾蒙蒙的。我要去我们家边上的沃尔玛买菜，按一下过马路，对面的灯变绿了就可以走了。来超市的话还是强制性要戴口罩的，因为加拿大这边的疫情还是在增长中，虽然没有说大爆发，可是它那个曲线不是平缓。我先来买个咖啡，然后一会儿再去买菜。最开心的事情就出来超市买东西，因为平时除了跑步我就也不会出门，所以买菜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放松。想看看买什么好呢？这个长得好看，买一个这个咖啡，因为我觉得它包装很好看。不知道你们买东西是什么样的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完全的外贸协会。这边是那个海鲜生肉区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直接去前面买牛奶和鸡蛋。先买这个杏仁奶，我最爱的冰淇淋，我最爱的冰淇淋，就有超级多口味的哈根达斯，而且很便宜，但是我们不能买，加油，控制住。You got 22 greens. Mm-hmm. Maybe I can get one of this. Yeah, this one. You want the extra one too? Oh, okay. Buy one, get one. Okay, thank you. All right. 刚刚那个大叔给我推荐了这个面包，而且还买一送一。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吃不完，我一个人每天早上就吃一片。所以我决定我还是买一个我正常吃的面包吧。面包的话要买这种全麦的，不要买这种白面包，全麦的会比较健康。超级重，我现在要回家。其他博主在展示穿搭，我这个人只有买菜给大家展示。等我先瘦个20斤，我再来给大家拍一期穿搭视频。买了一个菠萝，最喜欢吃的水果，一个南瓜，我一会儿要来烤南瓜。买了一包新的咖啡，明天来试一下。
这个全麦的面包，这生菜，买了一盒蔓越莓。虽然我说不吃糖，但是这个可以放到沙拉里面吃一点点。葱、洋葱、番茄、黄瓜，买了一个豆浆，也是无糖的，杏仁的牛奶，最常吃这个希腊酸奶。南瓜，呦妈呀，我的相机要被烤焦了。南瓜烤完之后就会变成这种金黄色，又好吃，热量又低。这边的南瓜2刀一磅，我买一个南瓜10块钱，50块钱人民币，超级贵。我跟你说，在超市那哈根达斯冰淇淋才5刀，也就是25块钱一大桶，你说是不是很不合理？我在这里吃南瓜还要花更多的钱。决定开始练这个博主，他叫 Chloe Ting， 他有很好的这个 free 的那个 workout program， 我很喜欢他这个网站的设计，所以我决定来练他的。这个网站就计划好多不同的 training， 会有写需要什么设备，然后是练哪些部位的。我现在要来看一看它有哪些是我想练的。我自己比较想练的是背、上肢还有马甲线，虽然我估计我这一时半会儿是练不出马甲线，但肚子瘦一点也是可以的。我决定来练这个，来练的就是核心还有全身的，一共15天。我看了一下这里面的运动，有全身的，然后也有一些核心的，还有腿的，然后还有马甲线的，就是比较全面。我刚刚看了一下 B 站上也有他的视频，我把链接发在评论里，这样你们也可以在 B 站上跟着练。练完了还是出了挺多汗的。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比较喜欢 Chloe Ting 的这个，其实它跟那个帕梅拉很多动作都是一样的，同样的部位你其实不需要特别花哨的动作，大家可能教的都是差不太多的，但是因为它中间会一直跟你讲话，就是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，然后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，然后你已经做了多少了，你马上就完成了，所以就很激励人心。我就比较喜欢它的这个运动。天都已经黑了，晚饭是昨天剩下的沙拉，还有刚刚烤的南瓜。今天又是认真减肥的一天，我要好好的做这系列的视频。即使21天打卡结束之后，我也要继续减肥，减到90斤。觉得我在录视频的时候比较会克制自己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等我录完21天视频之后，可以进行每周更新，更新到我瘦到90斤？你们觉得呢？在现场的。怕不起我，我要瘦到90斤给你看。你成功的激发了我的斗志，我就是一个激不得的人。我先把 flag 立下来，不瘦90斤，我不停更这个系列的视频，我每周跟大家记录我的运动还有吃什么减肥的过程，直到我瘦到90斤。掉粉了，你来掉粉了。很轻松的一天，我要开始剪我的视频了，咱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